牛郎我们都打理吧，有没有给到口？五口就是那地方啊。水冷。水冷是没？你还用了给到包一起？用了五包。五包你用了去做了给到天地工啊？啊不是一天的工。一天工你都做完了，五包你用了四斤包了不？相当于不？哎、哦、呦，那你轻松没？你扣到脚背。还是可以啊。还是可以是没？那我们看着阿哥的，他用了五。用了五包，一天工他都做完了，相当于一天做了十斤毛的工，是不是比较轻松用下去？剩你的剩出来的时间呢，可以去做别的啦，是没有种的柑橘呀，对没？嗯。那那天可是脱壳比较快，你看脱壳比较光滑，而且树枝它是比较绿的，跟着上壳的它那树干，也是很漂亮的。我们的马来西亚大理湾就是省公省理省市。甚至去好多时间，对不对？嗯嗯，好。OK。